干杯国栋，干杯！赖神干杯，庆祝赖神当选日！郭台铭抛参选震撼弹，蓝营这些县市首长表态了。国民党云林县长张立善得知后，不可置信的说：“先前才说要大家坐下来谈，还没喝咖啡就宣布独立参选，是没诚信的做法。”他也向包括柯文哲在内的泛蓝在野势力喊话，希望大家不要成为团结破口。好了啦，你跟朱立伦喊话好不好？不要成为团结的破口好不好？那整妈的当个县长，整天讲些鸡巴话干嘛？啊你凭什么要柯文哲跟郭台铭跟你团结？我就问你嘛，啊你凭什么要他们团结嘛？总统参选人正手一定是你侯友宜，立委全部县市提名也都有你的份，还有你都假狼告稿啊，素面。好，侯大哥真好，动下脑好不好？你跟人家合作的时候会这样吗？你今天张立善跟人家谈合作的时候，人家说钱你出，人你出，啊什么都你出，啊林北妈的啊躺在家里出，好不好？妈你会同意哦？干真的是，干这种人到底是怎样啊？跟那个朱立伦一个德性呢、欸？啊我们都可以谈呐、啊，什么都可以谈呐、啊。啊重点是你谈的什么东西啊？你说有些东西你不好意思在台面上分赃，对不对？那、啊、请问你私下有谈的什么吗？有给人家什么好处，对不对？你让人家跟你合作，你让人家跟你、啊、一起、啊、然后呢我说啊我们对外炮口一致啊，然后我们各自经营各自的啊，人家民众党就他妈柯文哲就玩不赢你啊，妈民众党能推几席 地方立委选得赢你国民党的没有几席啊，啊靠腰，那你干嘛找我来跟你谈合作？要跟郭台铭谈合作就更搞笑啦，你要怎么谈？郭台铭就是只想当总统的人，难道你要把侯友宜换掉？那你要跟他谈什么？对不对？这边出来骂鬼叫，不要成为团结的破口。就你国民党是团结的破口啦，还骂谁是团结的破口？民进党当年都懂得要礼让柯文哲了，妈，你要跟人家合作，你要人家站在你这边，妈，好歹他妈的学一学人家民进党好不好？民进党能赢真的是国民党害的，真的、啊。民进党大家没有人要跟他合作，大家都要下架他。啊，你国民党身为第二大势力，对不对？你要懂得怎么跟盟友交流啊！啊，什么都不想让，总统也是我国民党要当，立委也是我国民党要当。啊，你细汉呢，就底外下卡啊，搞我素懒，靠腰谁要素还那么臭？别骂太大力，人家是云林张家，我又没吹，我也没有要选啊。等我要选的时候，我就会说啊，不好意思啊，那是我年纪轻不懂事，年少轻狂，对不起。不是，干到底有没有检讨能力啊？这些国民党的人好可悲哦。我赢的局哎，2022县市长大选才把民进党当狗在虐，我赢的局被玩到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还要检讨别人哎，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史上最贵麦当劳385元熬龙虾堡这天开卖，干你娘，真的有人会吃这个哦。刘家昌不忍了，陈痛欲他参选总统，否则蓝军死不瞑目啊，还能是谁？韩粉，看完这标题就知道是谁啦，这标题一看完就知道是谁啦，还能有谁，对不对？谢谢大家，祝福大家，谢谢。不是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对不对？就直接征召韩国瑜就好了，你都那么无耻，用征召也不用民调，对不对？你说你用民调，妈的韩国瑜还不好意思来参加，对不对？妈你都用征召了，就直接征召最强的就好了。郭台铭宣布参选，资深铁粉田蛙等拍全裸写真庆祝，干你娘嘞！杨志良记者会失控，不认师爷批记者小闹闹。他是贱人，我也蛮科学伦理，我也学术伦理，这种人叫什么人？告诉我。干你娘！郭台铭他妈的，
郭台铭才他妈的宣布第一天就已经有这种衰势了，我看他郭台铭不当老四也没什么，也没什么办法了，真的。我讲的都是对的，哪里不对？你不能哪句话听得不爽就说我失言，我讲的哪句话不对？杨志良怎么好像跟我有点像？不是啦，你的心态如果跟我有点像，就不要去选，就不要去参选，不要去搞政治。政治不是你这种人可以玩得起的，政治都是一些虚伪的人才玩得起的，懂吗？郭台铭宣布参选总统，侯友宜微笑来回应。郭台铭已经宣布要参选。郭台铭宣布参选。听到侯友宜说，郭台铭宣布参选2024总统大选。平安是上重要一件代志，叫天子。他又开始念经了。侯友宜是全台湾，还是有总统选举以来第一个对基层下平下是保一届。侯友宜知道刚说的话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吗？侯友宜说他是中华民国什么有史以来第一个从基层一步一脚印上来的候选人，所以你知道这件事代表有什么意思吗？就是从来没有一个这种人会当选啊。好了，看起来差不多了，开始到了我们老郭登场的时候了。我们一定要下架贪污无能的，一定的方能实现政权轮替的民主真谛。干，政权轮替哪里是民主的真谛啊？靠腰哦，民主的真谛叫做选贤与能，谁跟你一定要轮替？更多基层民众希望台铭挺身而出，扮演主导改变的角色，让陷入僵局的在野力量能够启动整合，重现生机。台铭讲的确实是没错啊，也充分理解。他如果不出来这样乱一下，感觉蓝白合是没什么希望的。他出来这样乱一下，感觉丢一点变数下去比较有可能真的整合得起来。现在这样郭台铭一出来参选，基本上感觉什么事都不是很意外了，就是要举办联合的那个民调啊什么之类的，感觉都比较有机会。不然朱立伦真的是太垃圾了。台湾未来总统企业家治国的时代来临了，郭台铭在几位总统候选人当中是唯一具备经营管理的企业家。有啊，你的老妈吉也是啊，你的老妈吉曹新成也是企业家啊。他天天都在写信给你，你怎么都不回他？商业行动，我懂财经，并拥有经营能力，我保证有能力让新政府的经济成长率超过一倍。你马英九哦，干嘛又要633捐全新的是不是？主播，咱们支持的赖功德当选了，我们该怎么庆祝？等对面飞弹放烟火啦！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可以，差不多可以先换一点外币存着。现在有哪些？现在有哪些外币是低点啊？越南刚哥，越南现在是低点吗？我不知道哎，等一下看一下好了。主播，好消息，杨志良智库的位置让出来了，你要加入郭董吗？不是，我就跟你讲，我跟杨志良也差不多啊。郭董能拼出29万联署吗？肯定是可以的啊。我就问你嘛，如果你是民进党的，你要不要帮郭董联署？对不对？当然要啊。对不对？郭董只要联署完了，他刚刚都讲啦、啊，那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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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宜赖清德啊，不靠腰，我是民进党的，我一定帮郭董联署啊。他讲什么屁话？赶快出来，妈回家就可以，妈的开香槟喝。妈的喝啤酒吃热炒了，躺着选了，干杯国栋，干杯，赖神干杯，庆祝赖神当选日，还是等一下叫个胖老爹来庆祝一下啊。主播这样磕跟头还要花钱竞选吗？感觉可以放推了，没有，我就跟你讲，柯文哲本来就是在立委啊，我跟你讲嘛，民调归民调啦，真的票投出来的时候，就是赖一、侯二、郭三，柯三啦、啊，郭出来应该是老四吧，那到最后票都会流回含泪投那边的，真他妈傻屌，鸿海员工干成这样，干破你娘，干他都来不及，还投给他，你尿黄了没？你他妈健检红字没超过十项，没资格跟我讲是称职的员工，干嘛？你是红海的是不是？啊，不然怎么那么气？
鸿海现在也不是郭台铭的当 CEO 啦、啊，那么气干嘛？还没讲话，赵少康。今天郭台铭董事长的宣布他要独立来参选啦、啊，那您怎么看他动作对蓝营的效应？我还是认为最后还是要两组人啦、啊，就是绿营一组，非绿一组。好、哦，郭台铭自己前两天还是要整合，今天自己跳选了，所以，我觉得可能由比较公正人士、中间人出来整合，可能比较容易的。如果到时候看有必要，我也会跳起来整合。啊、哦，那个大概到十月了，现在太早了。确实啊，老赵还是老赵说的有道理啊，真的。不是啊，你要干，你要把侯友宜跟那个，你要把侯友宜跟朱立伦干翻，也是得等那个时候啊。现在他们就死皮赖脸赖在那，你也拿他们没辙。习近平是不是民进党的暗桩？习近平是谁的暗桩？我不是很清楚啊。搞不好是赶快当赖清德选上，赶快他妈的，赶快实行祖国统一啊！谁他妈知道啊？所以我的观众都是死人，是不是？看完就走。BD 大师国栋张伟航分析报告。我靠！我的是不是都机器人？也不按赞，也不评论，你走，按个赞都不会。难道是因为 PewDiePie 帅哥吗？点赞数7%、欸，国外人都帮我点赞，那你这类型帮我点赞，都机器人哦、喔。